小洛洛变成了姚晨，从任豪变成刘烨。方姐说我瘦了，我说方姐胖了。洛洛、小宅、光光也、佳佳也、老总，哎，没有，男的也，刘可爱、姚野。哎，答过这个题，群里发的。我没答呀，你答过，我没答呀。不是，他的姿态往前倾的那种，这样。谁下车往后倒？张云奇的痣，姚晨的眼睛，破洞裤，这帽子呢？这公用的。广大的那个网友来评论一下。姚晨的腹肌上沾满了渔网，我特别希望有一天能够特别激动的跳下臭水沟，马上就可以在床上躺着。出发令文，你小心点。好准，哪有玩那么多次的？你都玩了三次，我才玩两次。没事没事，游戏规则我们定。Hello， 腾讯视频迷妹专访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姚晨，我是刘烨。制作表情包，两个人分别用打出来的表情截图即兴填词创作表情包。什么？痴呆美人。痴呆，我给他开啥子卡？那才痴呆美人吧？不是，这个更有意思。选我！让我看看是谁长得这么亮。可以，野哥可以。你看这个人，让我看看谁长得那么亮。今天的生意来了，知道吗？差不多。姐就是女王。你看啥？姐就是女王。挺应景，挺应景吧？挺应景。哇，这个是个有语音的表情包。吃饭了？饭了！哎呀，这个，哎呦我的妈呀！三二一，自信放光芒，美丽大红唇，跟你那个接上了。你看，姐就是女王，她自信放光芒。姐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。就在想着，哎呀，这想着什么词儿呢？这样还可以。这个才是自信放光芒吧？三、二、一，起飞！有妖娆吗？妖娆。这小屁股扭的。三二一默契大挑战，问一个问题，到了三二一之后，两个人一起回答。晚睡还是早起？晚睡。晚睡。晚睡。锅里最好吃的是鸭肠还是毛肚？毛肚。你怎么老跟你说啊？鸭肠。如果一聚餐会最想吃什么？烤肉。聚餐吗？火锅。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？鸡。回到过去还是穿越到未来？未来。回到过去。哎，未来。Russell 颜值排第一的成员。我。Russell 颜值排第一的成员。我。Russell 可爱排第一的成员。我。野哥。行。Russell 调皮捣蛋排第一的成员。招惹。Russell 最不放心的成员。招惹。三个刘烨第一个想到什么？床。我刚想说。一个10岁的姚晨还是10个1岁的姚晨？10个1岁的姚晨。10岁的姚晨。啊，不能，我要换一下。你10个1岁，你要一个十岁的姚晨。说你10个1岁的姚晨。啊，姚晨十姚晨。一个十岁的姚晨。姚晨1岁的是吧？一个10岁的姚晨。那是当然了，游戏两个人互相互损贫嘴，对方说什么你都必须回答，那是当然了。任何一方接不下去或者说了其他话，就算输。我来，你只能回答那当然了。你今天没洗头？那当然了。你帮帮我啊！你今天挺浪啊。那当然了。你今天不睡觉？那当然了。你这个得好几万吧？那当然了。你知道 Rise 里面有第14位成员吗？他想了，他输了。哎，他输了，你就不能想，你就直接无脑回答，那当然了就行了。没玩过这个，再来玩一次。你很讨厌迷妹？那当然。你我还没说完呢。你很讨厌迷妹专访。玩了，输了。别个。
电话连线，在线联系一位圈中好友，在不暴露节目采访的前提下，引导对方在2分钟内说出指定文字，有时间去一下吧，或对你们撒娇。叫让吗？他很忙的，开店的。RNG。嗯。喂。没接。哦。没接了，为什么会有一个接的声音呢？你这个他微信应该还没更新，不然的话他可以设置自己的彩铃。我不仅没有跟他连线成功，还帮他打了一顿歌，学到了，学到了。他不接电话，要不微博艾特他。我给七七打个电话，但没跟他说，不确定他会爆出什么。喂，林哥，为什么老有一个接了的声音出现？哦，对方拒绝了我的通话。我来，你给七七打呀。张一奇在上课，上课还能回微信？对方忙，对方忙，别忙了。是不是我在打的这个忙？不是吧，应该。那个信号不好。你下次帮打吧。喂，哥哥。喂，干啥呢？不接电话。我练练舞呢。你累吗？你现在上旁边待一下子。我上出来了。啊，你累吗？啥呀？你搞偷袭。你俩怎么在一起呢？我们想你了。健身呢。我把回忆放在胸口。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。你的歌什么时候发呀？我呀，快了，快了。弄懵了吧？一下给你。嗯，让我整懵了。你别乱说话啊！采访的。我知道。嗯。我会乱说话。你快。你谁知道你啊？一会儿皮一下，一会儿皮一下。你最近累吗？最近啊，身体有点累，身体有点累，心里面不累吗？怎么累都能扛啊？是吗？是吗？心里面我的就是只要你不给自己就是想的那个时间就撒个娇。哎，成功了，直接撒娇了，他可以。我们在那个采访呢，那个迷妹专访，然后赶紧说一说你那个 RNG。你现在能视频吗？你现在能视频吗？能了。啊，他可以视频吧？啊，那你可以视频。你们给我打了这么多个电话了，我都不知道。对啊，来打个招呼吧，和迷妹专访的朋友们。Hello， 迷妹专访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迷弟赵让。你的那个音乐会。我的音乐会将在这个月底7月30号的时候举办，当时这个专访应该还没有放出来吧。哦，对哦，对，应该是。对，行吧，好的，拜拜，挂了，拜拜，回见。完成参加我们迷妹专访的上一位前 RISE 成员留下的挑战，你们知道上一个人是谁吗？不知道，我吧。留了啥呀？完了，来自己的那个啥，自己好像是唱。不必回答，你快来改了。我改的啥？改成唱跳。唱跳，疯了。哎呀，我是给的单人的，不要双人的就换了。那没办法呀，现在恰好到你了。还是唱跳。唱跳啊！我给自己留了那么难的题吗？挑战的是唱跳，唱跳，好吧，来吧，放歌呗。来，你说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那么快。你应该出一个题，就是来的人直接躺着回家睡觉，对。唱，不中。不要高啊！棒棒棒！动作快！看那跳你的，我的密码想要去，到哪儿了呀？哎，旷野不羁，意识流露，让我像光一样渗透，密布睡着的梦也不可能重复。早上出来了，废物，快，修罗曼史，快，你学一下张一奇，还 surprise，
Sunrise 是 Sunrise 地球的雪。我拥有真正有的时候请去告诉宝藏可以野哥到了你只能在后方 Come and miss the hard light 发城市的声巴巴巴OK OK OK 挑战接力，请给下一位参加采访的成员留下一个挑战。不管他是谁，反正不是你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你，唱跳不是要还是一样不要这个了，没意思。那换一个，去跟你们打电话没接的人。张一奇，张一奇。哦，张一奇。让他跳，让他跳就行了，对对对对，别让他唱。等一下，我想想跳哪个舞呢？生生不息。哎呀，好、啊，就那个生生不息那段。需要唱跳吗？不用，就跳就行了，不需要他唱，就开始。就随便哪段。最难的那段。或者逃生题也可以。我们给下一个。留下的挑战生生不息，生生不息那一段劲舞，劲舞，对，你可以选择前面开头，也可以选择逃生题。好的，好，结束，三二一。腾讯视频迷妹专门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姚琛，我是刘野。想要关注更多我们的动态，那就上腾讯视频迷妹专访官方微博